太上饿了。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我节操为您而调，只为您那销魂的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罗德为您带来的这个风暴英雄。这两天解说的有点猛啊，所以说嗓子又不太好。哎呀，今天老夫这个稍微收敛一点啊，不那么淫荡啊。裤裆前面啊有两个大灯泡啊，这个想不淫荡都难呀！哎呀妈呀，也不知道这匹配要匹配多久，我们先等一等。哟，刚才我切出去了，回来发现你就已经进来。哎，牛逼啊！黑心湾，那这个你金币收不好不要紧，但是你一定得要去抓他们交金币。这个抓得好呢，那也就很好办。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图上干扰最合适的是那个阿兹莫丹，他那个 Q 太他妈远了，你这辈子也别想交得成啊。还有那个缝合怪啊，那个屠夫，如果他那个屠夫加了射程，妈的，你交个屁，老子勾死你，对吧？哎，烦的要死，刚才老子给吊出去。好像那个英雄又回来了。哦，刚才好像是。来吧来吧，力量型，真威气。听说码头上有不少财宝，谁能打开宝箱，大不龙币就归谁了。哥也要凑个热闹，一坨大便丢死你丫的！把大不龙币交上来！好的，下一下一定很疼。你的死期已到。你交！我们的盟友需要帮助。交你妹了！老子一坨大便砸死你啊！你来呀！你逗逼！哎呀，我要逗逼！这个大便能变紫啊！我先交了吧，免得没了。哎，来了！啊，好的，把它给弄出来，漂亮！太他妈漂亮了！不行了！哎呀，我操！我要跑！哎妈蛋！差点弄死我！哥选这个很有用，干这个。好的，山丘干。帮助盟友。哎呀，这队友是很懂得起嘛。哟，你要抓！哎呀，我怎么感觉这到底谁他妈在抓谁呀？我爬不起来了。我觉得可以跑了，我觉得可以跑。没事，他上来就要被冰。咱们只要再交一个就可以。可以接受。山丘，你看好啊，附近没有。我他妈只要交一个就够了啊！对，应该去打野啊！原来二分这么好用啊！钱都付清了吗？啊，还无所谓了，就当找点乐子吧。哎呦，我操！过来，你们都，我要砍一刀啊！谁想占？好的，去打前面那个大的！哎呀，废物，真是艺高人胆大呀！选择天赋，
来，下来打吧。别慌，我们可不会提供免费服务。啊，但是有一定几率可以砍出去。哎呦，这他肯定，哎呀，控住他呀，有没有控的技能？我的啊，看来应该是只有亡灵系的，他用 C 可以对自己使。哎，老子对自己使啊，可能是因为我血是满，肯定是这个原因。你们自以为有所有财宝，就你们这群旱鸭子！啊，你拿下面这个，我去上面去。当然。看看有没有什么气流扰动。啊，有就先起。啊，你那个影子过来捡什么一堆。这个世界将被终结。我也要加，我也要加。好的。哎，我他妈也要交啊！小伙子们，把这个地方给我炸个稀巴烂！正好弄这个呀！我终结这个敌人的生命！啊啊啊！看旁边的打算，那小秋过来跟我打。全都见鬼！他们打进去啊！啊，我跟山丘应该在这里守着。第一时间就停火，如果他们还想继续就得付钱。选择天赋，好，他这个冰龙这个大呀，是一个团控。妈的，上来干人啊，人都没了，那干野怪，杀了这些雇佣兵。这个技能有些诡异。啊啊啊啊啊！他们也开了一轮火。你们的敌人！妈的！冰死你们！我爬不起来了。好的，漂亮！啊！自己给他盯住！啊！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啊！不要追了，不要追了！那好吧，谁有钱买我的大炮？全扣莫追呀！好像有个英雄退出了战斗。终于，快把这些小怪给捅了！好像那个英雄又回来了！快！哇，这一把大家配合得很好。啊，咱们的人开始啊，又把金币交齐了，丢他一把死亡卡，来补救。好嘞，你摧毁你。啊，不要追，不要追！啊，老子也没魔。选择天赋。力值不足。所有火炮停火！啊，把魔给恢复起来。你的努力都是徒劳。哎，有魔才能干啊！哎，什么打伤啊？打伤啊！刚刚丢了一座堡垒。
到下面防。一龙。好的 Q 是那个人。两连杀，你们的敌人摧毁了一座堡垒。哎呀哎呀，气势如虹。Q 自己。追我。他是顺了，后面再踩到不算。拿金币。终于等到了。都聚集到上路了。哎呀，我要在中间帮他干一个。啊，来来来。终结敌人的生命，你他奶奶的！哎，去死吧你就！英雄阵亡，将为中漂亮的一击。哎，杀杀小子！你们自以为能拿到所有财宝，就你们这群旱鸭子！你们打上面那个，我去抢。到了，哎呀，很会配合呀，没事儿，看哥的技能。你听你很厉害，快快，好慢，好，两连杀，干得漂亮，赢了一局，交臂。总是治疗，提高对自己的治疗量，生命值较低后提高伤害。干活了，小伙子们，把这个地方给我炸个稀巴烂！去打那个，我来打这个。这个世界真是片瓦不留。主炮开火！哎呦哎呦哎呦，这个控的好啊！啊！来，山丘晕他一晕，他直接被炮砸死，应该是被炮给箭射死。老子奶自己！我想他们已经受够了。必须终结这个敌人的生命。来来来来，交上去。哎呀，我操！我感觉这之后咱们要砸他们，直接把他们基地砸爆了。这简直遭不住啊！搞烦，用麦克风音量开得很小。谁想占领这座营地？不知道之前能不能听得清。哎，走走走走走，交臂去！妈的，你有臂不交想干嘛？我建议攻击这里。他们把首领拿，拿了首领又怎样？老子照样吊打你们好吗？先回家，好，活下来了。他们打野被咱们抓了，我就说首领都来你们惹事了。啊，首领被 A 爆。
啊，有钱都给钱。对啊。你打这里，我去把这个占了。谁想占领这座营地？无尽的折磨在等待。谁想占领这座营地？打的两个金币。你们自以为能拿到哎呀财宝，他们居然开始。哥可以 Q 自己的好吗？你们的敌人发现。好，我刚刚居然。哎，老子！哎呀，空大了，空大了。啊！我看刚刚，妈的，不知道摔个什么东西把我弹出去，我居然没死，简直是奇迹！交上！哎，你这么快交啊？你去干嘛嘛？闪电兵帮你看着呢。那咱们就算谈妥了。好的，一发飞追过去，把他给追死。啊，我总要说声 C， 那是魔兽争霸的 C。他在这个里面是 Q。要塞已摧毁。壮志哀伤。不得了啊！我想他们已经受够了。哎呦我去，小兵都要把大门拱爆了。哎呀，这他妈真是小兵要哭了呀！我咱们打野的呀，还打的那么的给力。山丘过去要去打这个，那我到中间去收兵。哎，我怎么身上也有一个？那我先交掉吧。无尽的折磨在等待。他们完全不来干扰。哎，闪电兵你交呀！哎，我操！啊，他们去打上面。谁想占领这座营地？那不然我就过来打打酱油呗。我觉得是不是该干一下了？这个所谓的英雄可以接受。等会儿啊，等会儿，我现在看不见他。啊，他到这儿了。哎，你妈！不要让他隐身。好的，把他给打住。哎，你去死！呀！这他妈的啊，漂亮。哎呀，追他追了大半个世纪。打得好，谁想占领这座营地？走去拿大的。你们的敌人摧毁有死吧！老子能医疗自己，但我感觉还是要死。啊，不过大家也是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已经非常非常的肉了。
现在来抓他们，正是时候，杀这个，漂亮！哇哇！不少可怕的，山丘去拿这个，翻了翻了，要爽翻了。好了好了，这个又能出不少币。哎呀，对面要疯了已经。刚才我应该跟他一起撤，太心急了。到。下跪！钱都付清了吗？啊！真他妈的，对面已经彻底认怂了吗？那我打这个好了。快开炮！不然我就把你的死人脑袋射出去！砍人砍得好，对呀。刀刀入肉，妖怪岂非鬼？点我！如果他们还想继续，都得付钱。接着来，接着来！哎妈呀！对面已经要吓死了。我在等，谁想占领这座营地？好，我这最后这两个要把他们搞死了。你们打这个去是吧？你们那么多人有把握的，我来打这个吧。把这个地方给我炸个鸡巴！雨雨，还够了吗？妖怪，你摧毁！黑心爷爷有礼物送给你们。哎呀，我操！看老夫仇恨这拉的足！哎妈的，这他学的这个。召唤一个长毛象，但你们他妈基地都要被射爆了，还高兴个懒子？你再屌一个给我试试。好吧，谁有钱买我的大炮？哎呀，就2%了，再来一下就要没了呀！这帮人要抢 A 基地了，你们看，啊，山丘直接把基地给锤爆了。这太你妈屌了吧！没想到你们这群旱鸭子也能赢！那咱们这一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